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今天回来的比较早，刚才已经回家了，然后现在三点了，三点多一点，我去市场去买点菜去，因为我如果不回来早的话，我们家菜买不了，只能在网上订，但是在网上订嘛，又不能天天在网上订，太贵了。昨天我老公就是为了去那个市场，专门打了一个车进去的，因为那个市场只让开着车进去，就是你走路或者是骑电动车别的方式进去不让进，就然后打了个车进去，进去就买了一只鸡，买了一块肉，没买菜。我今天正好，我们那个房东让办那个出入证呢，然后回来以后把那个出入证给办了，然后把那个。就是不是前两天抽奖嘛，那个帽子然后都给人给寄出去了，正好把自己的事儿也处理一下，这两天堆了很多事儿，也而且上火，你看嘴上起的全是泡，今天也就因为我老公昨天跑到两点，跑到大半夜，然后今天又出去了还没回来呢，我今天就不让他做饭了，今天我也算是早点回来吧，回来给他做一顿饭。先来买点面条，晚上打算做个蒸面。要点这个细的。来多少？五块钱呢？五块钱有多少呀？二斤。买了面条，再来买点菜。天哪，这卖菜的冻的都没几家出摊的，之前这两边摆的都是。蒜苔咋卖的呀？6块钱一捆。要一个吧，来一个。还有啥菜呀？看不着啊，这都盖着呢。看这卖菜的都盖着，啥也看不着。金针菇，6块。戴着头盔卖菜。把肚子抓紧灯嘞！我的天哪，这菜都快吃不起了。买了这么多菜，70多。又买了一兜苹果，回家让孩子吃。现在回去了。今天买菜花71.2块，然后苹果买了苹果买了22.4块。要是搁平时的话，就是像这几毛钱呀、这些人家都不要，然后今天直接一毛钱也没给人家扫，该多少给人付多少，真的太冷了，不是一般的冷。现在回家，打开我们家的大冰箱，看看昨天买的肉。都没放冰箱，就在窗户上放着，冻得硬邦邦的。今天打算做一个豆角焖面，买的这个四季豆，给摘一下。现在菜已经备好了，把这个面条上锅里头先蒸一下。你姐回来够完亮。电池没电了。又没电了。嗯。点啥呢？你买的糟糕，你明天早上我出来，我拿走拿吃的。在哪买的呀？这上山。上山村。行吧，我做好饭了。就等你了。看看我们今天的饭，做的卤面条。今天让你当一回大爷啊！坐那别动，坐那，啥都别动啊！吃饭不要吃吗？吃饭你自己吃就行了，要不了我喂你也中。你坐那吧，我给你蹭，我给你端啊。吃饭了，我们今天的饭做的特别的好。喜欢吃吗？去拿筷子去。给筷子，给。这真是绝配，我跟你说，真是人间美味。这是昨天剩的鸡汤，正好跟今天的面条一搭，太绝了，特别好。姐姐这待遇咋样？不错。有没有一种当皇上的感觉？没有。还应该当服务，贵式服务。贵式服务不至于。是不是差两瓶啤酒哎？要不要喝点啤酒？啤酒，喝不饿？算了吧，喝汤吧。喝不饿到底？说实话，不喝。但是面条做的好吃呢。这都是用心做了，特意做的面条。真的，这要是搁饭店里头，
20块钱都不买。差不多。怎么样，刘一朵？好不好吃？啊？好吃。形容一下，怎么好吃？太好吃了。太好吃了，点个赞。